可以去加州嘅。呢、這個係全個旅程裏面最難或者最耐嘅一個旅程。咁我哋預先預計大概飛16小時左右，咁最後就以14小時50分鐘完成咗嘅。咁因為個飛機嘅油量有限啦，咁樣最擔心嘅就係會唔會啲風會預計錯誤啊，令到我哋要燒多油或者飛耐咗啊咁樣。